你干啥呀？哎呦我去，哎你也不厉害呀，大头。好了，欢迎大家收看回人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啊，叫黑神话悟空啊。咱们呢上回把那个白衣秀士给打败了啊，小伙伴们说再往前走就是那个谁了，金翅长老了。然后我把这边的棺材几个都给翻了啊，里边得一个这个，这有个罐子啊，得了一个什么呢？得了一个这玩意儿啊，是吧？现在我是想要这个，小伙伴们说你还是防御力更重要点，这是防御10，这是加毒性抗性啊，加3，然后防御7，在水里边大大减少气力的消耗啊，是吧？我这一身应该装备是拿了那个谁白衣秀士的装备。小伙伴们说呀，再往前走，我那边走是金翅长老，说打太费劲了。要不然你就那什么吧，你去打那个黑风大王。说黑风大王在哪儿呢？我撤呗。 OK 撤。小伙伴们说啊，那个黑风大王呢是防火的啊，现在这个观点不一样啊，有的人说应该先打金翅长老，有的人说应该打黑风大王，因为黑风大王呢是防火的。我看一下啊，往哪儿走我也不知道啊。哎，我这不还回到这儿了吗？ OK， 我路都不熟，你们一通瞎指挥，这能过去吗？这边过不去啊，这哪有路啊？这也过不去啊，这没路了，这还有，这哪还有路吗？你们不说得往后走吗？小伙伴说得去土地庙这儿啊，从这儿传送是这意思吧？咱们瞅一眼啊，说地引旧观音寺院正殿，我们现在待的就是这儿，白雾泽这个地方。撤。 OK， 我们过来了啊，咱们瞅一眼啊，白雾泽这边就是打那个白衣修士那个地方，再往前走就是他那儿。然后小伙伴说还有另外一条路是打那个有一个寺庙啊，没看着啊，这有东西没？小伙伴们你们帮我想点啊，别落东西啊，上哪儿去能捡的东西你们都得告诉我，我不知道，我头一回玩是吧，这个流程呢好多我都搞不明白。这边能下去吗？下不去啊，就搁这儿打的上回。在这里边的话什么消耗的慢是吧，气力消耗的慢，在水里边的话，咱们上回就往这儿走的，发现那个大钟没什么东西是吧。哎呦我的妈，黑风洞，我们来到黑风洞了啊，得适应一下啊，光线收一下我们的灵力。这还有什么东西吗我能拿的？我老怕落东西啊。这边有个大洞呢，哦这边有个路，那边有怪，采集采吧。可能是我太，你干啥呀，扎死你。哎呀我这么厉害吗？他，我小瞧你了，给你一棍。哎怎么突然变厉害了感觉啊。小妖啊，小妖，这边是一个地方，往里走是了吧。我们打一下这个罐子啊，得灵力是吧。 OK， 咱们瞅一眼啊，这什么灵芝。哦这边有个打坐的地方，这什么呀，打开瞅一眼啊，得什么了？太乙紫金丹，方丈仙山，帝君仙丹，可增加法力上限。哦涨了，哦涨了，打个坐吧，想一想最近都发生了什么事儿。我先打的广智是吧，然后呢我又打的广谋，打完广谋我把大头给打死了，然后是白衣修士啊，最近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啊，很多人凶都是我第一次见，我就给他们打死了。 OK，小伙伴们打坐有什么好处啊？修身养性吗？不懂啊。小伙伴们说黑风大王也不好打啊。哎呀涨了一点吗？涨了一点，我看我瞎加吧。修行这里啊涨了一点。还有什么没加吗？这个得2点，这个没啥用，我都加的这边啊，这个也加完了。那就看这边吧，什么气力上限这边都加了吗？这什么呀？哦跳跃时大大减少跳跃，我不怎么用啊。这个呢每一定程度增加生命过半时的气力恢复速度，怎么感觉都没有什么太大用呢？这个也不够，无意奇术定身法是吧，定身法变化来这个啊，消耗神力，这个呢能加吗？ OK 行吧，给那个给我的那个广智用了是吧。 OK 旁边那就是黑风大王呗，我估计我打不过他。小伙伴 Hello 啊，哎呦我的妈，吓我一跳，你干啥呀，上来打人要点脸不？定，你没拿我当个人呢你呀、啊，臭啥？我给你一脚接一棍，躺下吧你。对，你应该练练，可惜你没有机会了。哎呀，这好深呐、啊，这里边。哎呀，这火把能踢掉呢？我踢，哎，这挺好玩啊。我踢，这么黑呢？死吧，你还打我？死吧你！玲珑内丹，玲珑内丹是干嘛的？材料，我看一下啊，我能不能做点啥呀？行囊，玲珑内丹是哪个？我也不知道啊。Hello 啊，哎呀，我看这里边，哦，这是个
天坑啊，这是个。哎，我就特别佩服啊，古代那个盖房子的啊，是他吧 ？Hello 啊，俩，我去，你俩有完没完？你俩臭啥？臭啥？给你一棍，躺下吧。哦，这边有一个土地庙啊，上香。OK， 咱们下回可以就快点过来了，是吧？嗯，调息，调一下吧，调一调，是吧 ？OK， 然后呢，还有啥没？锻造小棍儿，这玩意还能升级吗？升级不了吧 ？OK， 还有什么？披挂，这边都是那个什么的啊，这个做东西是吧，炮制，炮啥玩意儿，这个是毒性的，这是生命的，我来这个吧。 OK， 酒里边是吧，哎，挺有意思啊，根据不一样的敌人是吧，开门，开门，哇，这么大个庭院呢，谁呀，这是 Hello 啊，哎呦我的妈，这大和尚，多年了，黑风大王，我重建了观音禅院，是你建的啊？我比之前的更大，我的妈，那些葬身火海的僧众化为孤魂野鬼，在这黑风山间游荡，是我，他一顿抱怨是吧，向他们超度，他说这个寺院火烧寺院以后他重建的是吧，经书残卷一一复原，你跟我说这么些干啥呀，他说经书复原啥都是他弄的吧，但我知道总有一天，但我知道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找上门来，你干啥呀，哎我去，哎你也不厉害呀，大头我你爸，哎呦我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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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别别别别别，我喝口药，黑风之名，哎呦我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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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我的妈，你是什么玩意儿，他怎么隐身了，哎呦我去，好好的禅院全被你毁了，被谁毁了，哎呦我去，哎呦我的妈，我喝药呢，眼神去，去，我成你相随，去，你我去，去你的吧，喝药，喝药，喝喝喝喝，哎呦我的妈，他们冒火了，定，定定定定定。我打，你叫黑风大王吗？什么呀？有点本事，有这个乐色肌肉老头。哎，他没死啊，又跑了。哎，你这了浑身肌肉，你白长了，跑了啊，真恶心，我去的。哎呀，我的妈！你们不说黑风大王老厉害了吗？看着花里胡哨，实则不难掌握。这黑风怪，黑风大王多难打，去了趟南海也不见长进，他刚才的几番变化遗留了不少元气在此，小伙伴们说黑风大王啊，先打黑风大王，为什么呢，因为我要那个隐身啊，看到没，他刚才那个隐身巨型散气耶、我就要他，哇这多帅呀、我去，哇哈哈，我隐身了，这多长时间，哎怎么现身了，慢慢领悟吧，慢慢领悟吧，谢谢谢谢土地公，这小伙伴们说的这个黑风大王如何如何又防火这个那的，什么呀，真元真丸是法器吧，我会隐身啦，真帅，哎呦我的妈，我再试试啊，变身，我的个妈呀，好帅呀，我隐身了啊，不能攻击是吧，哦是这个意思，帅，好我们看一下真元这里边吧，真丸角啊，这玩意儿增加防御力的，你呢，增加移动速度，你呢，这也是吗，增加暴击率，那防御，那我肯定要它呀， OK， 那这个就撤下来吧，这是移动速度，这个是防御力，这是暴击率，这俩带的挺好。好，修行我又涨了一调啊，涨一调，我加啥？这个还得加啊。我看看啊，每一定程度增加假体的生命上限。
啊，能多扛一会儿揍呗，是吧？少许增加啊移动速度，那我肯定来这个啊，让他多扛会儿，是吧？然后我搁后边偷袭，呀呀呀呀呀，是这意思吧？嗯，我要是打不过，我再把点给洗了，重新弄啊啊。OK， 小伙伴们，我也会隐身了。我们下一期继续啊，下期更精彩啊！小伙伴们不要忘了一键三连啊。